要白假的铁，那灌溉大潭的水啊，给它污染了，我们就死路一条了。那么棒的优良农田，还有做有机生产的一个区域，在它的中间又设置一个自由备注掩埋场，这是什么样的土地使用计划？几乎每天在这里，应该是以厂为家，我们是以斗兽厂为家。他都守法申请，我不给他，我又涉及国赔的问题。核准的过程都漏洞百出，竟然大家都睁眼说瞎话，都睁眼说瞎话。1月24日星期一晚上10点，我们的党督出龙山村的护土上映。